巴黎是一种生活方式。意想不到的玩味情节，时刻善良，意料之外的惊喜，总在下一秒出现。分享一六六四，分享此刻欢聚。一六六四，玩味新法式。抵达一六六四巴黎艺术，以法式生活为灵感，让巴黎触手可及，和一六六四一起漫游新法式。多少有量吗？我们到差不多到1664的上面。哇哇，这声音好好听啊！对呀、啊，就是这个冰块气泡。哎，那个 ASMR 是吧？就是叫那个只听声音的，大家可以听到吗？哦，夏天的感觉，哎、太棒了！热到好贴心哦！刚才特别拿麦克风，让你们听一下这个声音。哇，你看这1664啊，有点多了，因为想让大家听到声音。我觉得刚好你可以看到这上面那个，看到上面那个泡沫，泡沫就感觉哇，夏天到了、很开心。里面有我们的这个刚才给不了的东西，东西。不要往前走了。